网友神预测，欧汉声宣告再度当爸。欧汉声左与老婆感情相当好，图翻摄自微博，2018年3月2日。艺人欧汉声结婚后，与老婆郑云灿育有3岁爱女周周。乐当爸爸傻瓜的欧汉声今2日在微博公布再度当爸，他放上胎儿超音波照片，宣布家里多了一个人吃元宵，开心表示喜迎二宝来临。欧汉声甜晒二宝照片，图翻摄自微博，2018年3月2日。欧汉声在微博写下，我的粉丝们一定都是大仙来的，未卜先知，太厉害了，家里多了一个人吃元宵，祝大家元宵快乐。今天的灯谜是猜猜是弟弟还是妹妹，字里行间充满再次为人父的喜悦。网友见状纷纷送上祝福，大新闻，周周要有弟弟或妹妹了，肯定是弟弟。哇，恭喜恭喜，周妹当子子了，恭喜恭喜，又要当爸爸了。恭喜嫂子，恭喜欧爸，希望是个男孩。